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克林的呀，小铃铛，打招呼。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这是我的这张地图，是一张趣味小溪地图，叫做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翻牌塔防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推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来吧。两个人的房间，Go，微缩有481个，好了，进来吧。游 OK。戏玩法介绍：小推车是你最后的防御，会随机有一种牌无法被消除，你可以在花盆上种植物，用来防御。点我。哦，你看，你皮肤怎么变成这个了？点击僵尸翻牌，翻到两张一样的僵尸牌会被清除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玩法特别的新颖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了，准备好了，我就点击开始游戏啦。好，好，OK，准备，开火！不要点这个小推车啊，点了之后它会那个。看一下三角形，骷髅，哎，我消灭两张了，看一下哪个是三角形。哦。那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。下一波，蓝色的帽子，哦吼，好输有意出了思吗？啊！哎，对吧？是不是玩法特别的新颖？下一个呢？先把这个豌豆射手给它放出来吧。放不了。哎，不可百分方块，什么情况？直接翻了吧。哦，要种在旁边，种在旁边，OK，往这边种，往这个盆子里面种。中了。把地上掉的金币也捡一下，这里只有三个。我可以买那个冰西瓜投手了。你去买吧，我来翻。现在数量还不是很多。好的。OK。这玩意怎么种在花盆外面了？我这有26个金币了。你去买吧，我来翻。还有防御塔，这防御塔，我的天，他这是舌头还是鼻子啊，还是胡子啊？不知道耶，怪可爱的。找谁买啊？那哦，商店。个骷髅头，呸，僵尸。西瓜投手，买个冰西瓜投手。好这里的。还个回旋镖射手哎，很可爱。耶！哇，我还没开始翻，他们就死了。被这豌豆射手打的，我这兵，好家伙，我这个西瓜种在外面了。我的也是呀，你看。这个是骷髅，再见。还有最后一个，OK，打他呀！这西瓜丢不准，我去买个回旋镖看看。死了，又来了。哪个是骷髅？这个应该是漂亮。可可可可可可。你一边，我一边。好。这波才三个。看下一波。好。第一次玩哎，这跟那个什么卡牌消消乐差不多。是呀，但是它
我觉得它的可玩性更高一点。他还能拿这些普通的怪给打这个僵尸。好，双重射手，买两个，快去翻牌。好。好家伙，你看你中的，哎呀！我也不想的，他自己不愿意待盆里面。他们可能有脾气吧。嗯。太阳，哪个是太阳？太阳刚在我这边，我翻了。应该就还剩最后几波了。我这波挺多的。是的。你没发现那个冰西瓜投手他打不中僵尸啊？是呀。还浪费25块钱。多少有点傻。22个金币。我看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。可以买两个那个回旋镖。可以可以。给他放到前面吧。会翻牌。我感觉这个版本就是老年游戏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，就是点翻牌就行了。是呀。看下一波是不是 BOSS 了。哎，骷髅头，你多少有点过分了啊！你过来点一下那个小推车，好可爱，不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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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跑过去了。我知道，我还提醒你了，这个小推车不要点。不小心点到的。那我也是不小心。好可爱，对不对？他走的时候还扭屁股，一扭一扭的。哦哦哦，刚好消灭这一排。这两排，好嘞，就很 nice。好，再来个回旋镖。哦，是不是刚刚出现 boss 了？被你翻了？不知道，没有，你赢了，获得胜利了。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小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